景观餐厅。来八斗子就是要吃海鲜。今天这边有一个非常这个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很棒的锅，叫做万乐鱼母锅。王小姐你好，你好，你那个多万乐，欢迎大家来到。很像介绍一下鱼母锅呢，鱼母锅它是有将近十种海鲜会写而成的。那像这个是牛蹄蟹，还有我们的明虾，基隆餐厅非常有名的。那以及就是只有在基隆外海限量捕捞回来的安康鱼，还有呢九孔呢，还有安贝蛤蜊这些，还有我们基隆在地的小卷。那因为呢特别介绍一下牛蹄蟹，是因为牛蹄蟹它的蟹壳呢封起来的地方很像就是牛的脚印，所以又称作牛蹄蟹。那它整只煮熟之后呢会变成金黄色的，所以它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黄金蟹。对，那搭配我们上面的冷层海鲜还有底下蔬菜的锅底，那这样子的话会熬出那个非常鲜甜的汤头。那因为实在是太罪恶了，所以又被称作万恶鱼母锅。是熟悉的讲就是冲锅。